中方高度关注当前黎巴嫩局势，我们反对侵犯黎巴嫩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，反对和谴责一切伤及无辜平民的行动。我们呼吁有关方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，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。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，为推动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。